赶紧洗手吃饭。哎哎，哎呀，哎，爸爸妈呢？串门去了。哦，这单位没啥事儿吧？没事啊，吃吧。嗯。瞅啥呀？吃啊！我那主食呢？啥？我的主食？啊！我给你拿去。你没主食咋吃饭呢？哎呀我的妈，嘿嘿，你说你呀，对对的大葱，你又是干物业的，那业主找你办点啥事儿，你这一张嘴大人眼睛啊。那怕啥，再说你这也没啥吃的。那你还想吃啥呀？你有海鲜吗？想吃海鲜呢。嗯，哎呀妈呀，那玩意儿那么贵，咱买得起啊。你是没创意你知道吗？你看啊，比如说你把这个黄酱变成虾酱，那不就等于是吃海鲜了吗？啊，大葱，嗯，蘸虾酱。嗯，哎呀妈，那你嘴里都啥味儿啊？那不腥的好的呀。啥腥的好的呀？这有啥呢？对吧，人家业主找我来办事儿，哇，业主吃的是海鲜吗？哎呀妈，你就别你就快吃吧。哎，我这不下班了吗？怎么着？那你就兴我呀？那我不兴你，我兴谁呀？兴别人你愿意啊？讨厌。干啥呀？干啥呢？兴一下呗。爸妈回来看你，别闹。说谁看得见？两口子在我家打情骂俏，太不像话了。妹夫来了，来来来，大姐，哎，妹夫，行行行了，你别老妹夫妹夫的呀，我年龄比你大。行行，叫啥都行，叫啥都行啊。对，大姐，啊啊，大闸蟹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真有海鲜呢。哎呀，这个月份大闸蟹这得多少钱？哎，是啊，这得多少钱呢？啊。一两百块吧，可不嘛、啊，一两百，喝这两口子吃过没有啊？一两百一只。哎呀，你说你做买卖挣点钱也不容易，来就来吧，你买这么贵重东西干啥呀？啊、这么着吧，我把它收拾出来啊，媳妇儿弄点酒、嗯，我们哥俩喝一杯。别别别，等等等等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把大闸蟹给我撂下。哎呦，我买，我想吃这玩意儿，我买。买就不是我的本事了，哎，这么回事，大姐，一朋友请我给他办点事儿，我办得挺漂亮，人朋友送了六只大闸蟹，我们两口子吃了两只，还剩下四只，大姐这么分啊，爸一只，妈一只，你一只，我外甥女儿啊，妞妞一只，嘿，这行。不是，哎，不是啊，那我呢？你一个物业吃什么大闸蟹呀、啊？你我物业咋就不能吃大闸蟹呢？呵，一干物业的吃完了大闸蟹啊，回头人业主找他办点事儿，他冲人业主哈，业主准得说哟，吃的虾酱，吃的都白吃。哎，这妹子有本事啊！那啥，你坐着，我给你沏点茶喝。等会儿，等会儿 ，coffee， 啊，咖啡，那我找找啊。茶不喝啊 ，coffee。妹子。你说你别老妹夫妹夫，说多少回了，我在咱们家这个位置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啊，有短就有长，有阴就有阳啊，一家俩女婿不能都有本事。你的意思就是你比我有本事？不是，我有没有本事你有没有本事咱不说啊，你就好好想想，有人求过你吗？咋没有人求我呢？谁求你啊？这业主天天求我办事儿。哎呦呦，那有谢吗？有啊，每次办完事儿都谢谢啊。谢谢多钱一斤呢、啊？我是问你有大闸蟹吗？
那你帮人家办事就是为了要东西要大闸蟹呀、啊？那我还真看不上你这样人。哎呦，你还看不上我？看上我的人多了去了。我还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看不上我，所以你才混成今天这样啊！你什么时候看上我了，你就混得跟我一个档次了。有人求你，我还真不想当你这档次的人。嗯，你敢说你这辈子就不求我办事吗？我告诉你，大姐夫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哥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姐夫弟，这行，我告诉你姐夫弟啊，我这辈子不求你，下辈子也不求你，我要是求了你，我就是你孙子。来，哎呀，行，搁这儿吧。咦，看见没有啊？咱这社交啊，咱这朋友都是总啊，张总。喂，张总，哎，哈哈，没问题啊，我说好了吗？明天早上我准时到您的公司，准时在您的办公室咱们签约。行了，张总，你等着我吧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啊，哎，妹夫，咋乐成这样呢？哎，大买卖吧？那可不，这回几只大闸蟹呀？几只大闸蟹？这合同要是签了，哎。你往上往这好像哇啪咔八只大闸蟹八套这样的房子。哎呀妈呀，你听他吹吧。听我吹，好好吃你大葱吧，我吹你。哎，看见没有啊？喂，张总，你说小事儿啊？哎呦，这事儿你教我办呢？哦，你女儿那就是我亲外甥女儿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点事儿我要是给您办不了，明天的合同你就不用给我签。妹夫，啥事儿啊？小事儿，今天晚上咱们那个体育馆不是要搞那个群星演唱会吗？嗯。哎呀，张总的女儿非让去，哎呀，让我给她求我啊，让我给她弄两张票。啊，群星演唱会是吧？哎呀妈，好多明星都去啊，这不妞妞也要去呢吗？啊，这让他爸给找票呢吗？让他爸，又在爸，哎呦。让他弄着，他能弄着票吗？他个物业，他能弄着？你能弄着啊？我怎么弄不着啊？哎，演艺公司徐总那是我朋友，我朋友。哎呀，姐、啊、大姐放心吧，我弄四张，张总女儿两张，妞妞两张，你带着孩子一块去。还有我的呢。看见没有，人要是有了本事，家里人都跟着沾光。哎，你吹吧。我吹，你吃你大葱。哎呀！哎，老徐啊，我啊，顺风。对，哎，今天晚上群星演唱会你知道吗？听见没有？人家知道。哈哈，这么着，你给我弄四张票。弄不了啊。不是，徐总，要不这么着，你给我弄两张。哎，没有，那我跟你别打岔，打什么岔啊？你看什么演唱会？你看了也白看。他说话你能相信吗？喂，不是两张也不行啊？看见了吧，一张都弄不着，四张。哎呦，这还真不好弄。不行。喂。哎哥，我顺风啊，不是，我求你个事儿，今天晚上那个演唱会的票你给我弄两张呗。啊，不是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个张总呢，我要签个合同，这不他女儿。喂，他给我挂了。妹夫，实在为难啊，就让你姐夫想想办法啊。让谁？他能给我想办法？你快拉倒吧！他什么档次啊？这档次的票他，哎呀，快拉倒吧！我还是，哎呀，这不好弄。哎，刘班长啊，哦，那快去吧，好不好？那个群星演唱会啊，观众多啊，一定要服从领导，注意安全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哎，大姐，大姐，他刚才说什么？什么演唱会啊？就那个演唱会那现场的保安和咱小区的保安是一个保安公司。哦，那边不人手不够吗？哦，然后让你姐夫派一个班过去帮帮忙。哦，那不解决了吗？姐夫，行吧。哎呀，行。哎呀，这就这
行了，这行了，你赶紧的，刚才谁给你打电话，你赶紧给他打过去，你就把让他保安嘛，对不对，这把张总女儿放进去就完了，我这就给张总回个信。哎呀，这完了，你先别打电话呢啊，你有票吗？我没有啊。你没票不能进的。不是姐夫，不是你叫我啥姐夫，你哪能叫我姐夫啊，你比我大呀。起什么哄啊，有你们什么事儿啊？我姐夫这是，哎，他比我大我也得叫姐夫，我不能叫你姐夫弟吧？你都叫了我半年了。姐夫，我求求你。你说啥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。你哪能求我呀？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刚才他说什么来着？他说他这辈子不求我，下辈子不求我，他要求我，他就是我孙子。别闹，闹什么呀？闹着，我哪能让他当我孙子呀？你打电话让他不进去了吗？你知道啥呀？人家这回这个巡演唱会啊，要求非常严，你甭说小刘了，你就是我在那站岗也不能去，那规章制度是白设的吗？你就轴啊你啊！行，拉倒吧。哎呦，姐，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他还帮我，他就帮不了我，办不了这事儿，没那本事。哎呦，我还告诉你，姐夫弟，我再重申一遍，这辈子不求你，下辈子不求你，我再求你，我真是你孙子我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赶紧吃饭啊！等吃完饭以后，妞妞放学回来以后啊，你带着她去看演唱会啊。等会儿，姐夫弟，这事儿你办的可有点过啊！怎么了？我刚才哎来回的求你半天了。张总女儿你不让进去，你让你老婆孩子进去。我老婆孩子怎么就不能进去呢？你老婆孩子凭什么能进去？我老婆孩子凭啥不能进去呢？哎呦，你有什么权利？你有什么让你老婆孩子进去啊？我有票啊。你有、哎、老婆，啥时候找的到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早就找好了，这不是想给你跟孩子一个惊喜吗？哎呀，老公你太有本事了，真棒、来赶快吃饭吧。啊，行。不是姐夫，我跟你说，吃完饭以后啊，你带着孩子呀，人多啊，注意点安全，好吧？姐夫，完了以后吧，这个姐夫抓紧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姐夫，叫啥呀？爷爷，怎么的？要上厕所呀？我上什么厕所呀？我是说这票你就给我吧。你说我这么大生意，这么多套房子。行了，看把你急的。那行，哎，要不这票你就拿走吧。哎呀，这不行，那妞妞咋整啊？妞妞呢？妞妞看什么看呢？看了也白看。妞妞那是我亲外甥女儿，我这么多套房子，这么大生意，妞妞能理解。你这么着吧，你回头跟妞妞说啊，你就说我呢没找着票。就说我这当爸的没本事，对，他没本事，这合理。我有本事没？我有本事没？大点事儿！一二三，有，有。行了，妹夫，哎，拿走吧。哎，这就是我姐夫一家人，姐夫。说好了啊，说话算数啊，真给我啊。妹夫，哎，我说句心里话啊，你比我有本事。没有。不，你比我确实有名的。但是这人，谁还不遇到点困难？遇到困难了，不是互相求，那得互相帮。大姐夫，来，大姐，你让个座，来，大姐夫，来，大闸蟹，来，你整，这没我的份儿啊？怎么没你的份儿啊？他们吃了都白吃。
我吃的才白吃呢，我吃完了人家也说我吃的是虾酱，对吧？谁说的？什么我说的？我大姐说那是物业，吃完了大闸蟹跟业主聊点事儿，冲业主哈，业主准得说哟，杨成。